记得《霸王花》中那个外籍女警官吗？为什么现在不见她拍戏了？在80年代，《霸王花》系列电影也是红极一时了。除了胡慧中、惠英红等当宫女大星外，还有一位演员吸引大家的注意，她就是在片中饰演外籍女警官的罗弗洛，又译新西亚罗斯洛克。罗弗洛年轻时除了能出演打斗场面外，颜值也相当的高，比起胡慧中、惠英红等女星也各有千秋，很多观众都被这个外国女警官所吸引。罗弗洛在80年代承包了很多动作片的女一号，堪称女打星中的一姐也毫不为过，比起后来的杨紫琼、杨丽菁等知名度更广，基本上在很多女子类的动作片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罗弗洛之所以能胜任动作片的女一号，是因为她不但颜值出众，而且她是习武出身，13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空手道。除了空手道外，他学习了多个流派的武术，其中有6个流派他均获得黑带级别的地位。在1981至1988年这5年里，罗弗洛连续获得5次世界空手道套路冠军。1985年，罗弗洛开始进入香港娱乐圈，并迅速成为知名女打星。除了较为人知的电影《霸王花》外，他的作品还有《皇家师姐》《师姐大赛》《自由战士》《太阳之子》《妙探双龙》《魔翡翠》《勇者无敌》等。罗弗洛曾经与孟海有过一段恋爱经历，孟海相信现在认识他的人不多，但在80-90年代他也是知名的动作男演员，在一些动作片中长得跟元彪有些相似的那个就是孟海了。不过孟海和罗弗洛的恋情最终以分手告终，因为后来罗弗洛回到了美国发展，两人分隔两地，最终导致缘尽。在90年代初，罗弗洛就回到美国继续拍电影，不过他在美国的知名度比不上香港。